南韩文化总统李永芝九月二十七号要来台开唱啦！不管是喜欢虽然没准备什么菜，还是地球娱乐室，甚至是 Show Me the Money， 都赶快看过来！李永芝回归 rapper 本业，十八号宣布亚洲巡回演唱会即将开跑，第一站就选在台北。今天主办单位也公开售票资讯，马上引起大批粉丝关注。这次地点选在新庄 Zepp New Taipei 举行，将在八月二十四号贩卖预售票，八月二十五号全面起售，大家闹钟赶快设定好，才不会错过抢票时间。其实不要 go home， 其实 stop rapping。李永芝在音乐或是综艺都能轻松驾驭，成为主宰 MZ 世代的全方位艺人，并对慈善公益也不遗余力，私下捐出比赛奖金以及周边收入，相当暖心。另外，他的真性情眼圈粉无数，时常让不少艺人在节目中对他敞开心房，是不少南韩艺人眼中的偶像。许多台湾粉丝得知李永芝即将来台，已经期待爆棚，纷纷留言：“真的要疯了。”